有一位3岁的小孩子呕吐在那个拜殿上面，拜殿还可以用吗？要念多少礼佛？洗啊，洗干净啊。哦，洗干净最好不要用了，换一个或者换一个布啊。洗干净是可以的，就是不要呕吐到已经吐到拜殿里边的，那就麻烦了。你没吐到里边，它主要是怕它味道呀。呕吐的话，它时间长了，这个布里边会产生酸味道的呀。那你怎么磕头啊？这个气场就受影响。啊，受气场影响的呀，明白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